完了完了，我又干下蠢事了，咔呲一声。哎呀，还好没伤着油缸，把这个漆皮给蹭掉了。记得以前那个碰不到这个地方吗？怎么能碰到这个地方呢？咱先把斗子给它挪开，再看看情况。刚换的新斗齿，这个斗齿太长了嘛。哎呦，这还是有一个凹槽下去。以前我这原车斗齿的话，怎么收斗，怎么收小臂，怎么都碰不上嘛。哎呀，这事儿搞的，还好没碰着油缸，碰着油缸可惨了。就是完了得弄点漆给喷一喷，要不时间长这个关过的地方生锈。看来啊，以后干活收斗收小臂可得注意了。这个斗齿和原车的斗齿不一样长。刚干完活，这还说下班了，结果咔嚓一家伙就把这搞成这样了。现在我就下班了，兄弟们，把铲斗弄上，下班。哎呀，今天这倒霉催的，你说说，以前都是防这个破碎锤的这个铅杆，说是能碰上，一直防着，没想到这个斗齿也能碰上，也能刮上。哎呀，真是世事难料啊。希望大家以我为戒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，尤其这个同款车型，假如说你不是这个原厂的这个斗齿，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加长的斗齿可是能碰上的。事儿倒是没多大事儿，这咔呲一下人心疼啊，星星的车你说划那么长一道子，哪能不心疼啊。哎呀，真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，你说现在是脑子越来越残了吗？好的，兄弟们，希望大家以我为戒，感谢大家观看我的挖机日常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